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开车大神》。连峰去天不盈尺，枯松倒挂一绝壁。诶，这辆小车后轮突然离了地。我说这位司机大哥，你知不知道你的后边有一个坡？赶紧把车往前开一开吧。诶，你怎么还往后倒啊？这下好了，你直接把车骑到这个高坡上去了。这可真是进不成退不成，油门刹车都是零。我们看司机下来了。哎呦，怎么是个女司机啊？赶紧想办法帮帮忙吧。我们看她现在骑虎难下，这个场面真的很尴尬。只见她后边瞅了前面看，就是不知道怎么办。本来技术就不高，又遇上一个大土包。哎呀，赶紧上车打个电话，让她的闺蜜来帮一下。喂，闺蜜啊，我的车在这里卡住了，你快过来帮帮忙吧。什么？你怎么搞的？我马上过去啊。你等一等，不要着急，开车一定要像我一样多练习。俗话说，熟能生巧，没事就多出去跑一跑。哎呀，我侧耳。我们看女司机废话就是多，撞了栏杆还在说。这位女司机你是不是傻？哦，原来是她忘了刷卡，刷了一遍不见效，于是她把车子往后倒了倒，又刷一次还不行，她又把车子往后停了停。哎呀，今天这个刷卡机坏了，我来帮她修一修。嗯，这个确实是坏了。嘿哈，哎呦，修好了。我们看这位女司机走路的姿势很潇洒，开车从来不用门禁卡。哎呀，我终于出来了，马上就要去救我的闺蜜了。哎呦哎呀，让开让开，哎，让开啊，完了，哪里也去不了了。诶，我的闺蜜怎么还不来呀？不行了不行了，我要继续打电话再找一个来帮忙。好的，你别着急，我马上到啊，我现在正在刷卡呢。嘿，哎呦，哎，我就不信够不着你，我姐妹还在等。哎哎哎哎，我天！哎呀，坏了，不行了，你快找别人吧，我过不去了。好吧好吧，那我再打个电话。嗯，好的，闺蜜，你别着急，我已经在路上了，马上到啊。哎呦，吓我一跳啊！怎么了，闺蜜？你给我住下！撞了我的车就想跑，别让我抓住你。喂喂，闺蜜啊，你什么时候来救我呀？你去哪了？喂喂喂！喂